都有。有嘅，放中間嗰幾個咧，你放中間嗰幾個，即係後邊驚嗰啲，係啦。我们一起唱哈利路亚敬拜。
你近排遇到一啲嘅困難，好多嘅不如意嘅事情發生，
影響你的生命，影響你的思想，有很多很多的負面的情緒、負面的思想，不斷不斷你的思想裡面很多的恐懼、憂慮浮現在你的生命的當中，浮現在你的思想的裡面。神今天呢仍然醫治大家，請你們有以上的問題的朋友弟兄姊妹來到台前，神今天呢會醫治你。我們都見到呢，因為這些的破口大家呢會有一些的小的疾病，有很多的被疾病的追求，並且呢我見到弟兄姊妹呢甚至有一些的死亡的權勢來追趕弟兄姊妹。今天神要定義來醫治你們，不要看少一些的負面的思想，祂呢就是來到攻擊我們，由我們的思想，由我們的情緒進到在我們的生命當中，發動這些的攻擊。我們呢要很快出到來，讓神呢醫治大家，醫治我們，因為這些小的問題呢可以呢引發到很多的大的問題。我們身體會流出一些的疾病，一些的毛病，很久很久都不能夠醫治，甚至呢我們一些負面的思想的時候，我們有呢不斷有呢死亡的聲音追求我們，這些就是由仇敵的偷竊毀壞攻擊我們的生命。我們呢要快快來到神的當中，求神呢去醫治我們。而且我們呢有一些的負面的情緒的時候，引發一些的舌頭犯的罪、批評、論斷，我們很多時常常有埋怨、苦毒產生，這些的毒素都會影響我們的生命，影響我們的情緒，影響我們的身體。我們呢弟兄姊妹，我們呢用手呢按住我們的心，求神來幫助我們。在後面的弟兄姊妹呢，我們要支持我們的肢體，我們舉起一個聖潔的手，為到呢這些的弟兄姊妹呢去到禱告。
方面都係。唔夠聲，唔夠聲。求你卸呢個，我唔能夠負面嘅思想，所帶嚟嘅一切憂傷、情緒嘅影響，以至有破口、有批評論斷、出口傷人，甚至自己心裏面有恐懼，覺得自己係。主啊，求你係赦免我哋嘅罪。真係好唔好啊，主啊！我赦免我哋罪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同你做一個嘅破除嘅工作，請你哋望住我。捆綁，唔使跟我講，我為你大家做破碎工作。我奉耶穌基督名，捆綁一切負面嘅思想、恐懼、憂慮。入邊嘅伊利亞冇乜，我嘅精神完全嘅離開。我奉耶穌基督名，捆綁一切嘅批評、論斷、苦痛、埋怨、死亡嘅權勢，完全嘅離開。去到耶穌嘅面前，奉耶穌基督拉聖靈嘅寶劍，砍斷破除一切死亡嘅靈、憂傷嘅靈、恐懼嘅靈，破除一切嘅批評論斷、苦毒埋怨嘅靈，完全嘅退去，去到耶穌嘅面前。神啊，你親自聖靈與我哋同在，聖靈嘅大大嚟充滿我哋每一個，充滿我哋每一個生命。神啊，求你更多嚟祝福我哋。成為咧你愛嘅出口，成為咧結出好嘅果子，去滋潤人，去影響別人。神啊，求你現在呢一刻嚟釋放你信心嘅恩膏，臨在喺我哋嘅當中，讓我哋弟兄姊妹嚟有信心去倚靠你，仰望耶穌嚟幫助我哋渡過一切嘅困難。一切的黑暗的時候，耶穌我多謝我讚美你，求主你祝福我們每一個的舌頭都是出口出一言說造就安慰的說話。耶穌我多謝你，我讚美你，求主你大大你的愛來澆灌在我們的當中，成為生命樹去滋養別人，影響我們一切的群眾。耶穌多謝讚美你，聽我們禱告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